大家好，我是孩子的书屋陈彦涵。新的一年，想要向大家祈福，为这个世界祈福。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计较以及艰辛，祈愿这个世界能够有更多的慈悲去对待人群，对待自己。祈愿这个世界能有更多的智慧去对待自己，对待自己。如同圣严法师所说，智慧不起烦恼，慈悲没有敌人。最后，八股山伏羲撞钟108佛后为世界祈福。